个 spotlight， 哎，给你一个 spotlight， 来收心举手。第一手给我们先轻松的活动一下，伸展一下，热身一下。后面准备好了没有？有哈，那记得回话哦。哎，右边、左边，我们一起跳舞给寿星看，拉丁舞。拉丁最重要什么？最重要什么？表情。进来哦，叫人家进来哦。来，就都慢点，我们要往侧面哦。哎，看得出来，老师以前有学过吗？赶快留言，赶快留言。哎，我们这首歌是献给我们四月的寿星的。哎哎 ，Happy Birthday！ 把手举高，小跑步，是不是很有活力？再一次 ，Happy Birthday！ 哈哈哈，嘿嘿嘿。哎，赶快跟着麦克斯一起跳广场舞哦！这个动作有点像拜拜，对不对？哎，舞跳舞波比哦，摆动你的四肢，甩甩你的头发，呜！寿星举手，举高一点哦，让我知道。那这个动作呢，你也可以加上一点轻松的跳跃。如果你要跳男的，跟老师；简单的，跟美少女们。准备 ，pose， 拉丁舞。阿姨，你可以把上嘴唇跟下嘴唇咬起来吗？阿妮，大哥有拍到了，有哈、哦，没有很逼近哈、哦。来，侧面，记得拉丁舞就是要有热情的感觉。你用不用不用啊？绽放你的光芒啊！醉老公会唱吗？一起唱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位没唱哦，扣薪水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听到了听到了。还记得我们的拜拜的动作吗？记得背打直，屁股向后带，弯曲。哎、欸，舞跳舞波比哦。给你哦，哎，宝贝哦，来，寿星举手，呜，我们每个月都可以跳一次哦，这样子十二星座就都有了，呜，阿姨，你有看过俩拱的样子吗 ？Pose， 哦，就这样没。哎，可以帮我报警吗？后面都没有在唱呢。阿姨，你们会英文吗 ？Happy birthday， 可不可以？大声说！哈哈哈，嘿嘿嘿，对嘛，生日就是要有这种气氛。嘿，工作人员，小玉，大声！哦，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了，呜，来点尖叫声好不好？手机给我，阿姨，你有看过活跳虾吗？祝你们生日快乐哦！双手借给我，